我们这个龙井来到面前吼，伫咧做这个吼，这真正是我人生的光荣。真的真的，因为吼，冰冻的天空中啦吼，你看这是吼，我晚上最好的口才吼，首先来向场内哦，咱这个玉皇大天尊万寿的大贺礼去，来个恭祝一下吼，啊，并且呢，搞咱这个可能对车主家庭内，咱这真真无比贵气来个。